欢迎来到养生堂，这里是收容身心受伤之人的地方，我们欢迎所有人，而他们只需要带着一颗谦卑与平和的心就好。您好，需要帮忙吗，先生？不需要。不好意思，餐厅关门了。他把他拦住了。身手真快。放马过来吧。话说得好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你最终的试炼就此开始。为寻求正道，你必须学会真正的放手，只有那时才能拨云见日。我们一起训练的时光一去不复返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至少我曾是这么认为的。然而
在我最黑暗的日子，你父亲暴露了他的真面目。他从不关心我，他把我赶了出去，他抛弃我。告诉我，为救深爱之人于水火，换做你会怎么做？难道你不会跨越红线？难道你不想逆天改命？难道你不敢挑战死亡？你想复仇，小弟弟，让我瞧。来呀，再加把劲儿给蠢货。到头来，你还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孩子，弱小无助，如同我杀你父亲那晚一样。你能站在我面前，全仰仗这个吊坠。倘若我把他从你手中夺走，你会再次害怕死亡吗？听起来你才像是那个害怕的人。
这即是武德。师父。